欢迎来到 Robert 的各种汤香。今天来介绍文明堂龙本店的蛋糕。就是今天我刚炒了一个这个，直接马上会实现到八月二号。就先拿一个。OK， 现在我们已经把它包装解开了，先把它变个套子，然后终于来了，我先把它包装也太精致了。我觉得这包装有点太精致了，你看一层、两层、三层，这个包装也太精致了吧。好，最后一层了。一、二、三，这包装太多层了。OK， 打开，打开，打开，哇！就是那现在我要。这好好吃哦！那今天的开箱就到这边了，以上就是 Robert 的各种开箱文，拜拜。